老夫人，大少爷没走，还在外面跪着呢。让他进来。是。 大少爷，老夫人让您进去。娘。 你不要以为你叫我娘，我就是你的娘。白家今天这个样子，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你还打算祸害多少人？我错了。你没错，你有什么错？什么时候你把我真当你娘？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？什么时候真心的跟我商量过？ 儿媳妇没了，孙子也没了，全安泰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汉奸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我就是明天死了，我都闭不上眼。多少人得戳我们的脊梁骨！ 配姓白吗？不配。走吧，我没生过你，我没这本事，你也不需要我这个娘。人都有一死，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娘。 真的知错了。您刚才问我，说我配姓白吗？我太爱白家了，从小就爱，从小我就想着。 别人家有的，我就想有。我为什么不能有？为什么陆家能有？咱白家就不能？我就要跟他们争。他们有医院，我要有；他们家能研究出来的方子，我也要研究出来。 成为咱们安泰城的王者，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怎么就把爹给害死了呢？陆家也受了牵连，这一晃，这日本人又来了，天下大乱。 我得想着我们白家怎么活下去吧，我就想着我抱棵大树吧。什么名誉啊，什么尊严呐，我可以把它藏起来，有朝一日它会冒出来。到了最后，我就成汉奸了。我，你说的太对了。 日本人，他就是疯狗。可是，当我发现来不及了，就没了。我没出世的孩子，就也就没了。我错了，娘。娘，你给我个机会。
我就是豁出命，我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，给陆家，给我爹，给春梅，给没出世的孩子。祖宗们原谅我，娘，娘，我错了，我一定找南爷报仇。刚当上队长就犯错误，上级让我杀了白金山，我却放了他。我知道这么做不对，可是我姐，她挺着大肚子求我，你说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我这时候把白金山杀了，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怎么跟我爹娘交代？我呀，不配当队长。你还是别让我当了，还是让如雪当吧。我看如雪代替我合适，立场坚定，革命信念又强。我可差远了。我哥常说，一个坚定的革命者，不仅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还要舍弃个人情感，包括亲情和爱情。我个人主义泛滥，缺乏领导才能。陆应豪，你当了队长，担起的不只是能多杀鬼子，而是挑起咱们整个小分队的命运。你的每个决定都会互反互惠，对咱们小分队有影响。好的，那就是咱们顺利完成任务；坏的，就是导致咱们整个小分队灭亡。我知道，可是怎么一掺进自己的事儿，我就做不到啊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。
越是艰难，我们就越要战胜困难，争取最后的胜利。你要是能相信我，那我就能做到。哥，你看你妹多会做思想工作，这要当队长了，还真要跟她多学习。哎，阿虎。哎。兄弟们，这是要干啥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大小姐，我们刚得到消息，鬼子从虎头山上撤了，现在山上就剩薛一刀那王八犊子带着几十个人。当家的说了，让我招呼兄弟们杀过去。啊。你去找陆云浩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。好。兄弟们，都精神点啊，都给我准备好了。爹，你干啥去？丫头，爹告诉你，日本人从虎头山上撤下来了啊！爹今天上山，好好收拾薛一刀这小子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事儿你不能私自行动，等陆云豪回来再说。我等他干啥呀？那虎头山是我家，我想回去就回去。那山上的情况你摸清楚了呀？万一鬼子有诈咋整？丫头，你爹傻呀？啊，你爹在山上早就不好哨子了，这事儿啊，实打实的，日本人肯定是撤了。走吧。哎呀，不行。嗯，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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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了！佟大当家的要带着他的兄弟们去攻打虎头山，我们谁拦都没用。走。你要非要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你去干啥呀？你可不能去！哎，来来，你们两个看着大小姐啊，不能让大小姐离开半步。哎，是。干啥呀？哎，爹，别闹！佟老虎，佟老虎，你听见没有？哎呀，放开我，佟老虎！佟大当家的，这是要带兄弟们去打虎头山呐！啊，现在可不是时候啊。那你说，啥时候是时候？那薛一刀投靠了日本人。日本人给他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都比咱们强啊，现在咱们力量悬殊，现在打那要吃大亏的。我告诉你，日本人已经撤了，要说打现在正是时候。这日本人撤了是为了支持城里的秘密计划，再说您怎么知道这日本人撤了不是给咱们下的套，等着咱们往里头钻呢？就是啊，佟大当家的，您现在已经加入我们抗联了，那打虎头山也有我们的一份，只有咱们捆到一块儿，那咱们打起仗来才有力量。你看现在就凭着你们这些人去了肯定会吃亏的，咱们得保存实力呀。哼，保存实力啊？你们保存，我带着我的兄弟们走。佟叔，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让人给打回来的？兄弟们刚恢复元气，现在误打误撞的去了，损伤实力不说，还会打草惊蛇。咱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？是挫败敌人的秘密计划呀。咱既然加入了抗联，那咱心得往一块使，全都得往一处打才打得响。我知道这薛一刀是输的眼中钉，这块钉子不除，输心里难受，这我看着心里也不舒服。等咱挫败了秘密计划以后，我跟着输一起把虎头山给夺回来，我陆云豪说话算话。好，老话说得好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我就信你一次，让薛一刀这个王八犊子再嘚瑟几天。撤，赶紧的。队长，陆学姐，队长，哎，怎么样，任务完成了吗？你说吧，你说，快说，坤子。白家仓库附近有很多的店铺和小摊儿，我跟潘子，我俩本来想靠过去，
谁知道鬼子在那儿埋伏了上百人，在那儿都待了半个多月了，谁生脸谁熟脸一眼就看出来。那你们俩岂不是很危险啊？是啊，多亏坤子发现的早，他认识一家商铺的老板，他发现那个老板对自己伙计毕恭毕敬的，现在这小鬼子也学剑了，也会化妆了，就因为这，我们十几个差点没回来。队长，我们还犯了个错误。怎么了？我们就想尽快的支援兄弟们，把手榴弹全扔了。如雪，你对坤子这次行动的失败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还真有点想法。你说说。日本人越来越重视，准备得很充分，我决定一个人去侦查。一个人？嗯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如雪，我自己去有几大好处啊。第一，我目标小，不容易被发现。第二，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，我随时做调整，随机应变。再者说了，咱抗联的队伍对白家仓库也就我比较熟悉了吧。你是最熟悉白家仓库，但是坤子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你要是去了的话，很难有可乘之机。担心我了？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。我不一定非得去白家仓库啊。你不去白家仓库，你怎么侦查？我把仓库的结构图拿到，不也一样吗？那是老办法了。哎，但是至少带上小凤和坤子。放心吧，没事儿，啊。怎么烧着纸呢？白老太太出事了？不能，老太太身体挺硬朗的。嗯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那不是白老太太吗？出来了。这啥情况啊？那要不是老太太……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去看一眼。哎，哥。这附近肯定有鬼子埋伏，你一定要小心点啊，别冲动。我知道。小心点。哎，对不起你姐，我没照顾好她，她带着身孕就这么走了。我问你，我姐怎么没了？你绑架南野秀正，南野秀正疯了，他带兵到咱家找咱们家要人，还要带走你姐。他们来了，你姐不愿意受欺辱，就自尽了。你要是不信我的话，现在就开枪打死我。白金山，要不是你非当这个狗汉奸，我姐也死不了。要不是我姐一次一次给你求情，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。今天你就给我姐一块陪葬。
别开枪！你姐姐的死，你姐姐是日本人，南野给逼死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人死不能复活，她是我的儿媳妇，她肚子里还怀着要出生的孩子。你姐姐这会儿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他一定不愿意，不愿意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，陆家白家可就都没人了。金山确实干了不少混账的事情，可是他要是死在你的手上，就太不值了。今后能不能干点人事儿？白金山，我今天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，还有我姐的面子上，再饶你一次。你要是再干那些……和日本人偷鸡摸狗的事儿，我随时取你的人头。我想再和我姐说两句话。说你姐也是因我而死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说走就走了，上次回来还好好的，这次回来怎么就见不着了？爹娘走了，你也走了，剩我咋办呢？小分队的队长，回头见着爹娘，你告诉他们，你告诉他们，英豪懂事了，英豪不给你们惹麻烦了。一笔一笔的记着，小鬼子，我会让他们杀人偿命，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你们在天上一定要看着英豪，看着我怎么杀鬼子。
大佐，あの電報で秘密計画が言った。秘密計画はもはや秘密ではなくなった。降臨が祖国のことを尋ねています。問題になると心配しました。松本を戻してよかった。降臨が我々の目的を知った以上、簡単には手を引かないはずだ。ならば大きな袋を仕掛けて入るのを待つんだ。あ、そうだ。白髪の用心棒から昨晩喧嘩の鳴き声があったと。ん？何か発見したか？見に行きました。異常はありません。ルインハオが戻ったのかもしれん。よし、見に行くぞ。英豪，哥，昨天晚上白家到底发生啥了呀？我去，被南野修正杀了。啥？春梅，那俩这是干啥呢？赶紧替人家报仇去！你别拦着我，日本鬼这帮畜生，你赶紧给我报仇去！现在要以上级命令为主，其他与任务没关系的都放下。别太伤心了，这仇咱早晚报。抓紧回去，进行下一步行动安排。走吧，小芳。南野大佐又要夺取谁的性命啊？老人家误会了，我是代表大日本皇军来慰问老人家的。这两盒点心就算是换了我儿媳妇和未出生孙子的性命。当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也是迫不得已的吗？老太太，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永远不能侵犯。你们的尊严不能侵犯，我们的尊严可以随便践踏。南野先生，我想跟你说，其实日本人也好，中国人也罢，我们就是芸芸众生，我们处在人世间就要讲人的道理，否则天理不容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不要再和我说这些大道理了。白金山呢？我把我儿子关起来了。同志们，今天是我第一次作为队长来给大家开会。首先我要做个自我检讨。作为队长，我们有公私分明，本来可以借机杀了白金山，但是考虑到个人的感情因素，我饶了他一命。不过换回了这张图纸，我觉得陆队长做得非常正确。如果他当时杀了白金山，肯定会引起敌人注意的。那我觉得拿白金山的命换回这张地图，比杀了他更重要。
好吧，对错与否咱们事后再说，先说这张图。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敌人的秘密就在白家仓库的地下。这不能是敌人在地下建立的秘密基地吧？嗯，没错，白家仓库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敌人运过来的炮弹全部运到白家仓库的地下。白吉山在修建仓库的时候一直跟着，他是凭着印象画的这张图。但是仓库交接以后，敌人就再没有让他进去过，所以可以看出来敌人对这次秘密行动的重视程度。白金山的话咱能信吗？童叔，白金山的话确实不可信，但我信白老太太。哦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张图的可信程度就高了。好，大家针对这张图发表一下意见，讨论一下作战计划。このおばあさんはこんなにしこいのになぜ捕まえない？愚か者、死にかけの老人をやるのはたやすい。売人さんを怒らせて敵に回したら、それこそ大損になってしまう。今後も経済的に考えると、帝国にはこのような人間がまだ必要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シュイダオに伝えてくれ。兵馬を集めさせ、勢力圏を広める。我々は軍力で協力するとな。高連を牽制するわけですか。いかにも。牽制ができなくとも、邪魔ぐらいはできるはずだ。高連が揺らげば、我々もよく眠れる。はい。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。敌我双方都已经明确了对方的目的，他们在城里排兵布阵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那咱们小分队跟他们硬打只能是以卵击石。我的意见啊，遵循以往的作战经验，打以少胜多的游击战，所以这一仗不能明打，只能暗战。我有不同意见。这咱要只能暗战的话，那就只能咱们小分队几个去是吧？那就对他们打击肯定是不够啊。那之前坤子不是去过白家仓库吗？嗯，连边都没摸着就被打回来了吗？啊，那既然秘密计划那么重要的话，我觉得那就应该跟上级请示派兵，多给我们点武装，是吧？要打咱就好好打，彻彻底底干一仗。嗯，小凤。上级有上级的任务，这次任务必须由我们小分队独立完成。这敌我兵力太悬殊了，这任务能完成？童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要搁我说呀，那就明着暗着一块打。咱们人少，那力量就小，对吧？那就得用重武器，弄他几门大炮，砰砰砰这么一轰，那小日本肯定就懵了。童叔啊，这个主意要说还真是好主意，但是呢，炮弹机动差，城里还有其他的老百姓，一旦误伤其他老百姓，那咱们就成了罪人了。哎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就没法打了。嗯，我倒有个笨主意，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？你说，爆破。爆破，爆破，那爆破就得需要有人带着炸药潜入敌人内部啊。那么大的仓库，那需要的炸药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咱先不说这炸药你怎么带进去，你就是潜入敌人内部，那也是一大难关啊。是啊，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，那能不能出来还是个问题呢，是吧？嗯，这正是我们小分队的优势，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。那炸药呢？哥，哥，兄弟们都到齐了，有啥话就说说呗。
其实也没啥好说的。南野秀正来信了，说明儿就给咱发枪发炮，壮大咱的队伍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愿意跟我干的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觉得穿这身皮难受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们，不管咱的队伍有多大，都别给我嘚瑟。记住了，我穿这身皮只有两个目的：一，我要卢英豪的命；二，我要娶童小凤。三儿，哎，我这话说给你听的。明白。都散了吧。走了。走。同志们，目前这方圆30里，大大小小的鬼子的据点一共有5个，那其中兵最多的就是这个王家屯儿，兵多也就意味着武器弹药多。我觉得王家屯儿也不太合适，里面有两个中队的鬼子，还有黄协军，平时都躲在炮楼里面，一时半会儿咱拿不下来不说，还容易暴露小分队。那其他的据点实在是太小了，即使咱们打下来也未必能拿到咱们想要的足够的炸药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就不如就直接抢敌人的军火库不就完了吗？对，你们的意思还是去抢鬼子的军火大院呗？那不抢他们抢谁呀？我倒有个地儿，肯定有炸药。哪儿啊？虎头山。虎头山？那都是我多年攒下来的私房货，足足得有400-500斤吧。400-500斤，那要真有那么多，咱们的计划就成了，干啥都够了。可不呗，大当家的，这靠谱吗？靠谱。哼，成了。刀哥，喊啥呢？哎，指挥官，枪来了。枪到了啊，还挺快啊。他奶奶的，200条枪，我看他谁敢欺负咱虎头山。有这家伙，咱虎头山谁敢欺负啊？哥，光有枪没人也不行啊。有枪有钱还愁没人吗？大哥，哎，一会儿拿点钱到底下村子去给我招人去，5块大洋招一个人，我就不信有了钱他们不跟我削一刀。好嘞。多少钱？5块钱？这么多？咋的，心疼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有了人才是硬道理，留那么多钱有啥用？等没了命，有再多钱也没用啊。去吧。哎，担在了，你看。队长，这是我在山上留的哨子，山上的一举一动我是都清楚。别动，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。大当家的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大哥这辈子是还不上了。我下辈子我一定还上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为啥防我来，是不是被薛一刀逼的？胡老六当时就是不愿意当汉奸，一枪就给毙了。这样，大哥，你给我听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
你在虎头山给我当哨子。虎头山是我同老虎的，我还要回来。好，大哥，大哥在那儿等你。哎，日本人最近要给薛一刀一批枪支弹药，薛一刀也正在招兵买马。招兵，这是个好机会呀！那咱们就混上山去，里应外合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把虎头山拿下。徐一达，你个兔崽子，这回你可跑不了了。